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该市的十个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以推迟休假计划，使城市工人们在年底前只能享受无薪假。市议会上个月批准了一项计划，迫使15000多名城市工人每两周休假一天，实际上是减薪10%。但根据这笔新的协议，今年将会为洛杉矶节省2140万美元。根据新协议，工会还会把今年雇员还没有使用的带薪病假时间推迟到2022年1月再发放，此举也将为洛杉矶省下大约620万美元。贾西提也建议市政部门负责人统计出可能裁员的职位，开始为潜在裁员方案做准备。国际要求对新冠病毒疾病源头赴中国展开实地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证实，国际代表团的专家名单需先提供给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昨天起一连两天召开新冠疫情应对特别会议。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安恩在疫情流行病学分析时表示，世卫将组成一个国际专家团前往中国，以调查病毒起源，且已经提交专家名单给中国当局考虑。疫情最先爆发的地点在中国武汉，国际认为实地调查疫情起源对于流行病溯源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世卫先前派出2名先遣小组人员前往中国，但未能实际前往武汉，曾引发争议。现在世卫证实专家名单需先由中国点头。此外，谭德赛在会中提出应对作为的期中报告，他开场时表示，当今年2月执委会开会时，在中国境外案例只有151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全球已经有3500万病例，100万人丧生，且实际数字肯定更高。联航日本亚洲航空宣布，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影响，预计未来难以恢复需求量，决定在12月5日停飞全部4条航线，正式撤出日本市场，已通知国土交通省。日本亚航4月10日因应疫情一度停飞，6月向员工提出自愿退休计划，到8月公司恢复运营，但需求持续低于预期。日本亚航说，4条航线今个月24日前会停飞，12月5日正式取消。270名员工中，除了小部分负责处理停业事宜，大部分会在下月4日解雇。日本亚航是由亚洲最大联航公司马来西亚亚洲航空成立，3年前开始以名古屋中部机场作为枢纽，经营来往北海道新千岁、仙台、九州福冈和台北4条航线。在007詹姆斯·庞德最新电影宣布延迟上映后，连锁电影院 Regal Cinemas 宣布考虑将关闭美国及英国境内的所有戏院，疫情所致，目前影城业绩惨淡，加上电影大片又宣布延迟上映，让众多影城的坑越挖越深。 Regal Cinemas 的母集团在全美拥有543间 Regal 影城，在英国拥有128间影城，目前是计划暂时全数关闭，但最终决定尚未宣布。英国的电影院于7月恢复运营，但事实上有众多大片纷纷选择延后上映，导致戏院无新片可播，收入也岌岌可危。纽约地区及洛杉矶地区的戏院目前则是仍持续关闭中，这两座城市也是北美最大城市。詹姆斯·庞德最新电影《No Time to Die》原定11月上映，但目前已因疫情延后至2021年4月。其他影片也做出类似决定，如环球影城将 Candyman 延后至明年，迪士尼也将漫威的黑寡妇与斯皮伯格的 West Side Story 纷纷延后至2021年上映。